and begin with it, you know good. You don't know what you need, but you could. And begin with it, you know good. Whoa, whoa, whoa. And begin with it, you know good. You made a fool of me like you said you would. And begin with it, you know good. And you are screaming, come on, baby, make up your mind. 我没有在大学学过音乐，但是一直在玩音乐。我当时，从97年到07年一直在巡演，差不多一直在路上。最忙的时候，我的乐队一年演了200场演出，所以06年的时候我特别累，就想休息，想做一个自己的事情。其实中国一直是我梦想的地方，因为我在大学学过中文，也学了好多关于中国的文化、东亚的文化。所以07年，跟我经纪人、我乐队都安排了一个算是休假的时间，所以待了3个月。但是那个时候也还没有决定搬来中国。那个3个月最后，我以后变成我的男朋友的一个中国人。所以我们开始感兴趣，然后第二次来，第二天我们碰见了，我感觉有一点点缘分，所以爱上了中国，然后爱上了他，然后跟他结婚了。我们现在不在一起，但是在一起8年了，很和谐的一个分手，很和谐的家庭，一切都好。09年呢，是我刚来中国的时候发了一个新专辑，是跟我之前的专辑都不一样，不但是加了一些中国乐器，也是加了一些电子的因素，所以是民谣跟电子、西方和东方的文化都磨合在一起的。我最新的专辑是叫 Mid March Meltdown， 这次我决定做一个流行一点的专辑，所以所有的歌都有一个容易记的旋律，好多风格，不光是流行的风格，有摇滚，也有爵士，有一些 funk， 还有一点点民谣的感觉，是我最爱的作品。对着国外来说，我想给国外人、外国人，我想让他们多了解中国生活是怎么样的，因为他们只知道新闻的。在中国，我感觉中国人、老百姓的中国人，他们不认识外国人，他们对外国人比较感兴趣。所以我也希望我可以让中国人多接受外国人，希望可以让外国人多接受中国人。所以这些视频是因为这个愿望做的。我希望我可以长期留在中国，我在中国刚刚开了一个公司，我希望也可以发展得好。还有一个原因，我孩子还小，如果现在带他们回加拿大，他们一定会上一个说英语或者说法语的学校，他们的中文怎么办？我希望他们大了以后也可以多了解我的国家，是他们的一半，但是可能13、14、17岁，可能大学的时候，他们可以去那边。